OK， 我们遮住我们火光，走走走走走，快点跑啊！用跑的啦，用跑的！快点快点快点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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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没试角色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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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让我拉住，让我加热加热，走走走走走！好恶心哟，这什么虫啊？蚊子吗？你看这是蚊子吗？哎，飞蛾扑火！哎呦哎呦哎呦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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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不起对不起！啊！飞蛾扑火，他们是飞蛾了，他们碰到我他们会死掉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森林，我们今天呢要来玩一个恐怖游戏，叫做 Wix。 这一款游戏呢非常类似小小梦魇，如果喜欢小小梦魇的观众呢一定也会非常喜欢这款游戏啦。这款游戏呢它的视角动作那些都和小小梦魇很类似，但是它的角色跟玩法不一样啊。我们角色呢是一个蜡烛，没错，我们要成为一个蜡烛，在一个教堂里面对付邪恶的修女跟昆虫。没错，我们现在呢得到了这个抢先体验 demo 版本啊，我们进去看吧。哎呦哎呦哎哎，这已经开始了。哎，等等，是谁？那是谁？ Hello， 我可以点火吗？哦哦，啊，我点哦，这谁的手了？哎哎，这就是我们可爱的蜡烛。哎，有眼睛哎，我们是上面的火，有眼睛，好可爱，哈哈哈哈。这个火干嘛？哎呦！有手有脚，好可爱哦！哦哦哦哦！我们要吸取这个地上的蜡烛，我们就可以变大了，没错。所以呢，这跟小小梦魇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在于我们会有时间限制的。走一段路呢，我们就需要回复一下我们的体力啊，就是吸收这个蜡啊。走过去，哦哦哦，火会跳过去，哎哎，哦，吸收蜡啊！你看我可以先让我自己溶解，哎呦哎呦，我溶解了，哎呦，地上还有那个蜡滴下来，我可以吸收，我就变强了。John Wick is always melting， 这个蜡烛呢一直溶解，你需要让它回复一下它的体力啊！走走走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哦。好刺激哦！哎呦，这边后面有讲述那个修女的故事啊！跳过去，跳过去吗？哦，我变好小，走这里，走这里啊，走这里！对对对对对，我变好小，哈哈，要溶解了，变大变大。这款游戏的敌人呢，就是后面的修女啊。修女非常讨厌这个火光，非常讨厌蜡烛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加速可以跑步，但是我们会耗得更快啊，就会变得火越来越大。哦，吸收吸收啊！这里这里这里，呵呵，我的火会跳，好可爱哦！走，这个书应该不会烧起来吧？走 ，OK OK。他说什么 ？OK， 把自己给遮起来是吗？哦，就是有敌人，有敌人就对了，有敌人。Oh my god！ 修女，有鬼修女了！哎哎，有鬼修女了！不要不要！哦，啊，这个是记录点哦。有重生次数的哦，我们还有这个可以遮住我们自己的火。哎哎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哎，我们死掉就要走不同的路，这边门关起来。Hello， 哎，有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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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关起来！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哦。他对火光很敏感的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哎，这里有，这里有，嘿嘿。来抓我啊！来啊来啊！哎，他真的来了，他真的来了啦！白痴啊！他电脑什么东西？你躲在这里是很安全的哦，真的假的 ？OK， 我们遮住我们火光，走走走走走，快点跑啊！用跑的啦，用跑的！快点快点快点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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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没试角色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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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让我拉住，让我加热加热，走走走走走。哎呦哎呦，救点救点啊！他来了他来了！哎哎，这里要走哪里啊？哦，哎，走那里是吧？哎哎，他把门关掉了啦！哎，哦，那边有路，走走走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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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直接摔楼梯！哎，不行不行，我太小，不行，我跳不上去，不行不行，要死了要死了！哎，西郎啊，哦，让我加一下！哦，变长有点涩涩的感觉呢，这是恐怖游戏吧？
OK， 我跳上来了。这个游戏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故事啊，他就只知道是有修女在追我们啊，一个恐怖的修女，她不喜欢火光。哦，点燃全部啊？不行哎，我的火在跳舞，回来哦。好哎，如果他跳舞的话，我遮起来，他就回不来，是不是？要下去吗？喂，遮住！哎，可恶！哎，前面有虫啦！啊，那个虫就是让修女变成僵尸的吧？怎么办？遮住我们的火！哎哎，你看不到，你看不到，哎嘿哎嘿，哦，看不到就没事了。你看不到，你什么都看不到。没有，没有蜡烛会走路的，蜡烛都不会走路哦。你看错了。好恶心哦，这什么虫啊？蚊子吗？你看这是蚊子吗？哎，飞蛾扑火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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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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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不起对不起！啊！飞蛾扑火，他们是飞蛾了，他们碰到我他们会死掉。没有哦，蜡烛会走路什么的，根本是没有这回事的啦。你们是蚊子吧？扑什么火啦 ？OK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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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哦，我的隐藏键坏掉了，是不是？它才不能隐藏的火焰嘞！哎呦哎呦，不要啦不要啦，不要跟怪啦，不要跟怪啦，你们霸气哦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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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啊啊！破什么火啦，臭飞蛾！啊，我的火焰不见了啦，玩出 bug 喽！遮住什么啦？你都没有火了。我遮住了，我遮住了，遮住遮啊，遮住火火出不去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什么都没看到啊！我走得好好的呢，那什么烂东西啦！哦，三，来打来打，我没差，来啊！啊，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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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错了啦！哎呦，你看错了啦，没有火了 ，Hello！ 啊，不要不要不要灭掉！他怎么会换位置的？你怎么会闻到我的味道啊？不要不要不要灭火！我关注你，灭不掉，灭不了，灭不了，哈哈哈，灭不了。不要不要不要！你们不要你们不要你们不要！哎，臭虫臭虫 ，OK， 没事没事没事，来打我，来啊来啊来啊！阿姆斯加高，来啊！等下等下等下，被看到了被看到了！你看看你们这些臭虫啦！哎哎啊！看到蜡烛了，看到蜡烛了！啊，不可以给，连蜡也不能看到，连蜡也不能看到！不要不要不要！那些臭虫，我讨厌那些臭虫，那些死鬼蚊子，你还扑什么火啦？臭飞蛾！你看屁呀、啊！你到底在看屁呀、啊？我看不到我自己了。嗨。嗨嗨嗨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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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有变大变大变大！哎哎，你们打够了没？打够了没？打够了没啦？这是 bug 吧？不要不要！哎，那什么鬼烂 bug？ 哎。我被打死了啦！臭蚊子要直接一口作气的冲过去啊！ Later. 终于来到这里了，死了千百万次呢，但是我好像快灭了，完了完了，完了完了！你看那些蚊子，完了我被看到，完了完了完了我被看到！你不可以看我的，你不可以看我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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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
拿不到，拿不到，做不到吧？关起来，先回复一下，回复之后再慢慢前进，慢慢前进，应该是要去那扇门那里吧？可怕，没有人看到，没有人看到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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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, nice。我不敢拔下来，等下。OK, OK, OK。哦，李路亚，火焰，上去跳舞吧，关起来，不给你回来。等下我跳不上去，原来关起来的话火焰就会变隐形的，就隐形的去点燃所有东西。我们现在往哪里走啊？ Hello， 走吧走吧，这里好酷哦。走开啊，臭鼠。掉下去了。我下去没问题的吗？耶、好多蜡烛哦，耶、我这样随便点燃没关系的吗？会不会引起火灾之类的、火灾的话把修女给杀死我也会死呢，我也会直接溶解呢。啊，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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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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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来淋个雨啊，淋个雨，不要不要，躲去下面，哈哈哈哈。哎呦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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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卡进哦，卡进哦，卡进哦 ！Yes, yes！ 哦，好紧张哦。哎，我的火焰怎么会跑去那边？我的火焰不要乱跑啦，我没火了啦。我觉得这个游戏最后应该是想办法把那个修女给烧死吧，她变成僵尸了啊，没救了。前面那边是哦，我看到虫了。哦，这蜡烛可以收集收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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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哎呀哎呀，淋雨会怎样？淋雨啊，淋雨直接死哦！不可以淋雨啦！卡紧哦卡紧哦，我没事啦，卡紧哦 ！Yes yes， 啊，变大了变大啊！男生看到女生的状态啊！原本的男生是这样小的，看到女生之后，你看看到修女之后变大了。我现在去他身后那边吧。过来啦！你怎么可以这样的啦？你的手被烫伤了，你是不是平常用蜡烛啊那些东西？他在那边呢。所以我现在直接冲过去门那边就好了吧？走喽！来了来了了！没有没有没有，你没看到啦，你没有啦，没有看到啊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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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！不要叫转了啦，修女，这里感觉会打 boss 呢。我是一个小蜡烛，我现在为什么不会滴蜡了？完了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啊！哦，没事，我还活着。哦，我是蜡烛嘛，我不会死的嘛。男生平常的状态这么小的，你看，运动过后越更小。看到正妹之后，又大又细，不，又够大小。谁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找不到吧？到底在干嘛的？他到底在干嘛的？拜拜。哟，这里真的是，这里真的是教堂哎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圣母院是不是？圣母院就是因为有一个蜡烛在那边走来走去，所以被烧了是不是？走走走啊！
哎，他看到，看到，看到，他跟怪了，他跟怪了。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？我不知道。哎，没有啦，你看错了啦，哈。哦，来到新世界了，更加多骨头了。那每个骨头可以互动的，哎，好酷哦。我都快死了，给点辣，给点辣，给我一点辣！不要，不要攻击我！你没有给我辣，还想攻击我？前面有蜡烛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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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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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没有蜡烛来动，没有，没有火，没有火！贝尔，不要怪啊！啊，变大，变大啊！帅，越大越帅啊！啊！吓死我了！哎呦！我们的本体是火焰啊，蜡烛，我们本体是火焰啊，火焰不能灭。救命啊！怎么这里会有个死角的啦？走走走，下面又飞蛾了，讨厌飞蛾哦！跑 ！Yes， 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那边发生什么事。哦，点火！哼，我的火焰多么厉害啊，会自己动的。圣母院的火就是这样被我点燃的。我不要走楼梯，我要走旁边。来到了这个大教堂吗？哦，有蜡烛倒了，完了，我的记录点，记录点没了，点燃。哎，这边蜡烛的头都被消灭了，这边蜡烛的头不能点燃了，他们的那个线都被剪掉了，为什么？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哦，点燃，点燃，点燃了，请问是蜡烛刺客教条吗？欢迎来到刺客总部啊，僵尸修女，我们这个蜡烛盛会呢，不允许你参加，你给我消灭吧！还真的消灭了，真的！哇哦，原来是小小蜡烛刺客版啊，真的很有刺客感，那个人聚集在一起，好像蜡烛聚集在一起，好像人聚集在一起一样啊，每个。不一样的派系聚集在一起审判一个僵尸、哦、好期待啊，正式作、哦、正式作应该就是放火烧了整个教堂吧。难道圣母院的悲剧就是因为有僵尸出现吗？然后有一个蜡烛烧光了整个圣母院，应该不是吧，好恐怖的蜡烛哦，既恐怖又可爱的蜡烛。